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克大叔哦。这间在永和文化路的阿嬷米粉汤哦。米克大叔上次有来过哦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故事哦，就是曾经有被那个自己请的工人哦，偷了他的零钱哦。好，那这位90几岁的阿嬷现在身体还蛮不错的哦。那我们就再来吃一次看看他的米粉汤。那米克大叔这次的重点就会只会介绍他的米粉汤跟食物哦。价目表在上面哦，可能现在按有点不清楚，那再近一点拍。好，这样就很清楚了哈、哦。油豆腐一个10块，猪皮20，猪肺1份啊、哦，不知道多少啊、哦。猪舌1份50，猪干脸啊50，生肠50，大肠50，啊、哦、都算蛮平价的哦。好，阿嬷你好。哎，那我要一份米粉汤，然后哎，真吃嘿。好。哦，这边还有价目表在上面哦，一样啊哦。你哪样小菜？哎，好，那我要米粉汤和油豆腐。油豆有几个？一个。一个。哎，然后那个这个您推荐哪个比较好吃啊？那样的有人喜欢吃的。这个肉皮的，它骨长呀，小肚啊，它舌头是瘦肉。哦，那我近一点拍好了。您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不好意思。好。小菜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个生肠。嘿。这个肉皮。嘿。还有这个滚肠。嘿。这个小肚。嘿。这个猪肺。嘿。这个舌头。哎，舌头是瘦肉。哎，这个是这样子。大肠。好，那我粉肠好了。粉肠油豆腐和米粉汤。好。哎，谢谢。好。哎，阿嬷，那全您经营这个摊子已经经营多久了？我卖50年了。50几年呢？我40岁就开始卖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现在90了。哦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以前是读日本师的。哦。读日本师，我会讲日语。哎。这边吃，哎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、哦，不好意思。这个要搞混肠。有豆腐跟混肠，嘿。那、啊、现在是卖到几点了、啊？卖完的休息啊！哦，快要卖完了哦！哦，这样哎，哎，卖完的休息，这样哎，有时候卖到10点，哎，这样。哎，今天打包也多，打包带回去也人多，比较快。哦，这样子哎。啊，阿嬷有想说哪一天要退休吗？哎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好，那就先从阿嬷的招牌米粉汤吃起哦。那上面可以看到的话，就是有虾米哦。嗯，好。这应该看得很清楚哦。米粉看起来就是看起来蛮
粒粒分明吧，一条一条分明，好吃吃看。因为加了这个虾米哦，所以汤头就变得很清甜。然后煮了那一张之后的汤头，蛮甘甜的哦。好，其实阿嬷的米粉汤也很好吃哦。好，跟着虾米一起吃起来哦。那这个汤头很有怀旧的感觉哦，勾扎鼻。好好吃。以前，比较古老的味道就是这样，对吗？比较勾扎鼻就是这样呢。谢谢。好，那阿嬷挂保证了哦。那这个以前的米粉汤就是这样。其实米格大叔对米粉汤也不是很了解哦，有各式各样的口味，上面有放芹菜末，有放油葱酥的哦，也有放虾米的，都味道会稍微有点不同啊哦。但是这样的蛮清甜的，米格大叔也蛮喜欢的。然后这个米粉条哦，吃起来也蛮 Q 弹的。好，95。好吃哦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料，但是还蛮甘甜的哦。好，那这是米粉汤的部分。再来是小菜的部分哦。那这个是粉肠，酱油膏哦。也蛮好吃的，简单的调味哦。看得出来这个粉肠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哦，然后看得很清楚吧，哦。东西都自己洗的。不是卖给你，就是。您说刚这个小菜是都自己处理的。自己洗比较干净。然后这个旁边的油又剪掉一些嘛，哦。谢谢。好，这个是阿嬷牌挂保证的哦，那个阿嬷自己亲手处理的，所以说这个小菜是很干净哦，那吃得出来啦，很新鲜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怪味这样子，然后油脂也很少哦，好，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哦，很新鲜的粉肠。这个好像是小肠哦，一片小肠。小肠要粉肠啊，有一点不够，加一点小肠。这样。这个很 QQ 的哦 ，QQ 的蛮好吃的。这个部分也好吃。再来是豆腐，油豆腐啊。好，长这样子。也很好吃哦。好，口味稍微觉得有点不够的话，可以加一点旁边的辣椒酱。好，辣椒酱哦。好，现在再试一试哦。配合着这个米粉汤吃哦，真的是蛮不错的哦。加辣比较好吃。好，那分数也95好了。赞。好，阿嬷，你有什么想要跟支持你的朋友来讲话吗？不会讲，年纪大了，什么都换掉。这样。那总之，您这个米粉汤就是您从早就开始处理这样。对，我处理的。从几点开始用啊？早上11点。哦，11点。我媳妇会来卖。这样。开始卖是几点啊？今天比较早，我媳妇在这一点。我有时候卖到晚上11点。一碗卖，还有等。今天
我们是早八年都，哎，是比较快玩。哦，这样，那就是常常来跟你买东西的朋友要，你有什么话想讲吗？比如说谢谢支持还是什么？对，应该说谢谢。哎，好。那阿嬷就是很亲切跟客气哦，请大家多多来这个永和的阿嬷米粉汤来捧场哦。好，好，那经过米克大叔的鉴定哦，米粉汤跟小菜都好吃哦，而且就是够扎比。好，那各位有来就祝各位用餐愉快哦。好，拜拜。